记得那个我们来找他的关系，那个撞体的，他按照按他的规划顺序延长线，从二十八条另一条就是二十八线，和他相连的部分的互关系，我们观察一下，会发现他这个是这个上面的一个连线的关系，发现他这个乌云前三三年让大连照山，让傍晚的一个天下。秀附近人甲乙三日，那上面四个字，甲乙三日四个字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是用的是何对比，反正它也是公元前四三三年大连春山一个月下为初级，这是一个古城镇。这一天呢，不妨一定要带着大家出去实地去实践，去还原那个人们还有同时，就是要去观察一下，是一个为什么天下。而且这个天象呢，这个二十八宿呢，它是有黄河流域，就是低纬度的纬度偏低的黄河流域才能观测到的，它并不是来自汨罗，是我们已经都有了，是我们的文化的心愿。对，我们来看后面一个，我们那个是啥？